북남 사이의 모든 통신연락선들을 완전 차단해버리는 조치를 취함에 대하여 조선중앙통신사 보도 남조선 당국은 저들의 중대한 책임을 노절한 간판을 들고 어쩔 수 없다는 듯 회피하면서 쓰레기들의 반공화국 적대행위를 묵인하여 북남 관계를 파국적인 종착점으로 몰아왔다. 그러지 않아도 계산할 것이 많은 남조선 당국의 이러한 배신적이고 교활한 처사에 전체 우리 인민은 분노한다. 남조선 당국의 무맥한 처사와 무기나의 역스러운 쓰레기들은 반공화국 접대행위를 감행하면서 감히 최고 존엄을 건드리며 전체 우리 인민의 신성한 정신적 핵을 우롱하였으며 결국 전체 우리 인민을 적대시하였다. 다른 문제도 아닌 그 문제에서만은 용서나 기회란 있을 수 없다. 반드시 그 대가를 치르게 해줘야 한다. 우리는 최고 존엄만은 그 무엇과도 바꿀 수 없으며 목숨을 내대고 사수할 것이다. 지켜보면 볼수록 관멸만 자아내는 남조선 당국과 더 이상 마주 앉을 일도 논의할 문제도 없다는 결론에 도달하였다. 8일 대남사업부서들의 사업청화회의에서 조선노동당중앙위원회 부위원장 김용철 동지와 조선노동당중앙위원회 제1부부장 김여정 동지는 대남사업을 철저히 대적사업으로 전환해야 한다는 점을 강조하면서 배신자들과 쓰레기들이 저지른 죄값을 정확히 계산하기 위한 단계별 대적사업 기획들을 심의하고 우선 먼저 북남 사이의 모든 통신연락선들을 완전 차단해 버릴 때에 대한 지시를 내렸다. 이에 따라 우리 측 해당 부문에서는 2020년 6월 9일 12시부터 북남 공동연락사무소를 통하여 여지하여 오던 북남 당국 사이의 통신연락선, 북남 군부 사이의 동서의 통신연락선, 북남 통신시험 연락선, 조선노동당 중앙위원회 본부청사와 상화대 사이의 직통통신연락선을 완전 차단 폐기하게 된다. 이번 조치는 남조선 것들과의 일체 접촉공간을 완전 격피하고 불필요한 것들을 없애버리기로 결심한 첫 단계의 행동이다. 조치의 백구 2020년 6월 9일 평양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把撒谎当饭吃的蓬佩奥正在全力推销骗子外交。锐评指出，一向以欺诈为荣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再出妄言，污蔑中国利用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展开虚假宣传等等。 把撒谎当饭吃的蓬佩奥，居然把中国与美国非裔男子之死扯上了关系。如此丰富的想象力，恐怕当今一流的科幻小说家也要甘拜下风。大量事实证明，炮制虚假信息、欺瞒和讹诈世界，已经是蓬佩奥之流推行骗子外交的特色。 这些政客对内施政束手无策，对外甩锅黔驴技穷，只有不停地靠制造一个个谎言骗局、一个个矛盾危机来自圆其说。在当今国际社会，任何有起码道德是非观念的政治家是耻于和蓬佩奥这样的卑鄙之徒为伍的。蓬佩奥全力推销的骗子外交，必将是美利坚外交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非裔男子惨死，再揭美国血淋淋的种族歧视疮疤。锐评指出，最近美国一名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活活弄死，引发美国多地大规模骚乱。眼看局势滑向失控，美国领导人警告称：“只要抢劫就开枪。”对此，美国网民讽刺说。 美国政客们在他国出现骚乱时，将其称作“美丽的风景线”，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而看到本国少数族裔正当维权，就急不可耐地要强力镇压。如此虚伪的双重标准，令人作呕。锐评指出，种族歧视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黑暗史和烂疮疤，时至今日。 针对非裔族群的暴力执法或伤害事件，隔三差五就会在美国社会上演。在这场重创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中，美国政客们为了逃避自身抗疫失职，屡屡甩锅中国，指责世卫，甚至故意将黑手抠开种族歧视这个陈年疮疤，人为挑起本国的种族冲突。从某种程度看，弗洛伊德之死所引爆的大骚乱，就是美国政客自酿的一杯苦酒。 这难道不是那些政客的报应吗？瑞平强调，面对全美少数族裔的怒火，面对抗议溃败导致的十万多条生命的消失，美国政客们应该扪心自问，还有什么颜面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废话？是不是早该向美国民众谢罪？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背负四宗罪的蓬佩奥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瑞平指出。 在美国历史上，从没见过像蓬佩奥这样的国务卿，硬是把在中情局期间撒谎、欺骗、偷窃那一套带到美国外交场合，断崖式拉低了美国的声望。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蓬佩奥变本加厉，其所作所为已经突破做人的底线。首先，蓬佩奥推动断供世卫组织，对全球抗疫，尤其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和弱势群体的疫情应对，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次，为掩盖美国政府疫情应对的不及格，蓬佩奥不断甩锅中国，蓄意挑动仇恨对立，一再破坏国际防疫合作的努力。第三，疫情本已对全人类造成创伤，但在蓬佩奥的推动下，美国政府继续对伊朗、古巴等国搞极限施压，酿成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四，蓬佩奥在美国国内疫情防控上袖手旁观，置美国民众生命于不顾，一味追求政治私利。蓬佩奥的所作所为失信于美国人民，透支美国外交信誉，危害全球抗疫合作，成为美国巨大的耻辱与不幸。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美国政客玩弄台湾议题，只能是痴人说梦，自取其辱。锐评指出。 进入五月以来，为摆脱自身疫情防控混乱的困境，并给中国制造麻烦，一些美国政客卖力炒作所谓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美方一些人士眼花缭乱的表演，把民进党当局玩得团团转。其实，美国政客也清楚，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再怎么折腾，也必然是一败再败。 正如世卫组织法律官员史蒂文·所罗门日前所强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中的唯一合法代表。世卫组织在这一问题上与联合国保持一致。美国政客的装腔作势，不过是让民进党当局继续充当遏制中国大陆的棋子，并借机敲诈勒索一番而已。 美国一些政客鼓噪的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灰溜溜收场了。这再次证明，某些美国政客在疫情防控上企图玩弄台湾议题、搅局世卫大会的险恶伎俩是如此不得人心。其与民进党当局唯哄鬼式的双簧表演，再次在全世界面前丢人现眼。瑞平强调。 台湾台威胁不了任何人，也绑架不了国际社会广泛民意，企图玩弄台湾议题遏制中国门儿都没有。美国政客们还是省省心吧。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病急乱投医，邪恶蓬佩奥在科学面前大肆喷毒造谣。 瑞平指出，面对全球科学界此起彼伏的新冠病毒源于自然界等一致结论，美国政客或许是找不到抹黑中国的新料了，手忙脚乱地重复谎言，再次散布实验室病毒泄露、病毒人为制造等谣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三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拾自编的谎言，称有大量证据显示病毒就是来自武汉实验室。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美国政客声称看到证据的时候，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型病毒不是人造的，也不是经过基因改造的。事实上，所谓病毒源自实验室的阴谋论，一开始就被国际科学界和公共卫生界人士所否定。疫情是天灾，已经是国际社会共识。 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有力驳斥了病毒起源阴谋论。美国政客这一幕幕政治碰瓷闹剧的背后，有着险恶图谋。多行不义必自毙。无论是决策失误导致本国防疫大溃败，还是制造政治病毒破坏全球合作，美国政客的所作所为，正在历史上书写丑陋的一笔。 如果任由蓬佩奥这种邪恶政客继续招摇撞骗，美利坚的再次伟大恐怕只能是个笑话。本台刊播国际锐评，题目是：究竟谁在全球到处欺侮、恫吓他人？锐评说，美国一百多名所谓对华强硬派人士最近污蔑中国推行扩张主义，利用综合国力欺侮和恫吓他人。 声称，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中，政治是常态，战争是例外；而中国恰恰相反。这一观点荒唐的令人喷饭。中国最新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明确：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鲜明特征。反观美国。 自1776年建国至今，200多年里有90%以上的时间在打仗。2018年，美国军费支出超过6400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是排在其后八个国家军费的总和。美国如此好战，却反诬中国不是和平政权。如果美国某些政客抱着霸权思维不放， 奉行强权政治，到处欺负恐吓他人，充当搅屎棍，那么迟早要被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文明社会所抛弃。本台今天刊播国际锐评：煽动暴乱祸害他国，必遭反噬。锐评指出，美国国会日前通过涉港法案，企图再次通过煽动暴乱来祸害他国。天下苦美久矣。 美方一些人长期以来实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令国际社会深恶痛绝。他们此次把黑手伸向香港，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美方一些人为暴力开绿灯，违背人类共同价值观，挑战人类道德与文明底线，实则为本国的未来亮红灯，自毁信誉和形象，必将遭到反噬。瑞平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不是美方某些人手中的风筝，想怎么扯就怎么扯，不会任由他们胡作非为，企图煽动暴力来牵制中国，根本行不通，必将遭到坚决反制。本台消息，新华社播发新时评文章，《美式霸权才是世界动荡之源》。文章指出，美国一小撮人在所谓的联名公开信中。 把美式霸权主导下的所谓秩序等同于国际秩序，把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看作是颠覆国际秩序，这完全是在偷换概念、混淆是非。文章强调，无数事实告诉世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美国是专业户，谁才是国际规则和秩序的真正破坏者？ 谁是当今世界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上升的源头？各国人民心里有一本账，国际社会自有公论。本台刊播国际锐评：中国已做好全面应对的准备。锐评指出，对于美方发起的贸易战，中国早就表明态度，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 面对美国的软硬两手，中国也早已给出答案：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经历了五千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 中国必将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斗出一片新天地。无论外部风云如何变幻，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美国下一步是要谈还是要打，亦或是采取别的动作，中国都已备足了政策工具箱，做好了全面应对的准备。 这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